找了个项链带。不会有了吧？怎么干呕？啊，那是打嗝。喵的，那是打嗝啊！啊，找个夹子，它总是就盖住我的眼睛，难受。不需要告诉呀，你11点准时过来就可以了，11点准时来就好了。这件衣服好看，是吗？你再刷屏我禁言你了，你才是猪呢，你以后生的宝宝都是猪宝宝。他咋了？我觉得他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，脑子有点不对劲了。欢迎天脸，欢迎清风，欢迎薄荷。啊、好烦呐、啊！你不要再刷了。我懂了，他意思就想听我发出猪叫，是不是？越来越得劲了。这件衣服以前就有啊，这件衣服一直都有。一直都有。啊，好，我系，你别刷了，行吧？我系猪。要不是他是个房管。我早就敬他100遍了。啊，人妻！天哪，我今天就逃不过人妻这个标签了，是吗？真的人妻吗？他不是房管。他是隐藏房管。我知道他不是房管，他把房管脱了。我想找一个夹子夹住他。好的，行。我突然想到，就之前在网上学到的一个办法，遇到杠精的话，就是不要和他反着来，你知道吧？就一定要顺着他。对，然后再然他就觉得无趣了，索然无味。对，唱个复读机。欢迎陌路。对。这个假发，哎。头发怎么散呢？这个假发好久没有戴过了。周一不休息，周六的时候
魔法涌动，然后就相当于割了一天，让一天早退了，所以说今天就不休息。我们差办卡还有道具，然后三星的话就是怎么说呢，今天过了一大半，就是挺有希望的，今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呀。有没有好给你帮忙过过三星啊？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谢移动。没希望。嗯哼，对，塞利亚，我小的时候看我弟玩地下城，就每天都能听到这句话，听无数遍。一进游戏，或者说就一回家是吧？我玩过一点，没怎么玩。听说主播1.5米，谁说的？这是谣言呢，不要相信，这绝对是2022年咱们直播间最大的、最离谱的谣言，最离谱了。你可以说我是男的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1.5米，我蹲着都不止1.5米。对呀，有个哦豆豆。是衣服，算是衣服吧。哎，怎么这么低？袋子能调吗？怎么这么松啊？可以 cos 海尔兄弟吗？可以，但没必要。谁不怕呀？我都怕他了。惨了，怎么抢啊？地中地，今天是女王节，各位家人们有没有什么表示啊？又到了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节日了，每次一到节日我们就可以找由头要礼物。其实呢，那是谁送的星球吗？感谢，这也太快了，看不清谁送的星球啊，我这边没有看到啊。解救是女王自信放光芒。霸主帝王节，所以说是哪一天呢？我不过300，我过37女王节。不过明天确实有个活动，就是明天读邮件在于吧，大家有没有发邮件呢？可以发一下。
或者是想对我说的话什么的都可以啊。休半天是什么意思呀？欢迎思修。我过儿童节，他们都说我今天是什么人妻了，他们都说我是人妻了，这还过商服有点离谱啊。集中居住被隔离了吗？谢谢狗腿，都在弹幕里说完了。嗯，那就说，可以说一点自己的，怎么说呢？自己遇到的一些奇闻趣事呀，或者感情上的事呀，你都可以咨询我呀，是吧？哎，主要是有活动，你知道吧？虽然说。我也不很擅长这些，但是明天有活动来直播读家人们发的邮件，但是就别人都有是吗？咱们没人发，那我明天就干瞪眼了，就随便扯。哎呀，就实在不行去知乎上复制粘贴。人在美国刚下飞机，对吧？就写呗，管他真的假的，匿名，匿个名，实在不行泼脏水啊，发个邮件说啊，我是愚公，怎么样？啊，愚公在吗？哦，愚公在呀，愚公在啊。那我刚刚就说的话，就纯是开玩笑，大家不要当真。开玩笑而已，宇哥应该不会生气吧？过了三个月又开始了，哎，是呀，在弹幕里抽问题回答呗。不是，他这个活动就是这个，心灵邮箱，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活动。